加一颗益生菌，好不好？益生菌，那么喜欢呢？哦，不吃啦，益生菌都不要啦。吃饭啦，别看。谁不吃饭？吃益生菌。哎呦，走了。我咕叽。嘿。快点啦。拜拜。Hello，没错，我现在是在酒店，现在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5:30这个样子。等一下我就要坐8点钟的飞机飞去广州，然后到了广州之后，有人在广州接我，然后再带我回深圳。肯定很多人会问我，为什么你家离香港那么近，你为什么要坐飞机去广州，再从广州回深圳那么远？因为我们当时买机票的时候呢，是3月份买的吧，然后当时正好我们订的这班飞机是淡季，所以就很便宜，然后我们很成功的订到了商务舱，是跟我们平时买的特级经济舱的价格是一样的，就是真的是不相上下，而且商务好像还便宜200块钱，所以呢我们就打算坐。但是这一程飞机它有个特点，就是说你必须要从三藩飞到香港，然后香港飞到广州，就在香港留一晚，就这个价位是很便宜。但是如果你从三藩坐去香港的话，就会贵3000美金，也就是商务舱。像我这次买的机票就是很便宜很便宜，买的跟我平时坐经济舱的价格是一样的，但是就是会折腾一点点。可是我觉得还是一个新的体验嘛，这是我第一次坐国泰的商务舱，我觉得还是很爽的。那我现在手上拿着我很喜欢喝的柠檬茶，等我到了深圳再跟大家 update 吧，拜拜。清晨的香港，大师准备要创作，超多的士的，不知道他们是在排队还是在干嘛，好像是在排队。然后就所有的车这样子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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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到那个洞里面，那个就是上课的地方。那你可以换几口气？我可以游100米，你想想我能换几口气？好。你怎么穿这条裙子？星期五早上再跟着他们去修炼呢。那你要再给钱吗？不用，我基本上他都就教我动作，根本就没在我身边拍。
那你不是好棒了呀，都是水性最强的你，都是在杨阿姨身边。不好看吗？不好看的。啊 ？Hello， 还没有打招呼。对对对对对，今天是我在深圳的第二个早上了，昨天中午12点多到的，一直在打扫卫生、打扫房间，所以就没有来得及录影。想说给大家，我现在刚洗完澡，等一下要去见一个朋友。其实现在已经11点半了，时间还蛮紧张的，就是，是我大衣。那你就穿嘛。是的，我一个扎头发好看一点就被你小姨拿走。你这个下面有好多扎头发的呀，你看到了吗？嗯，涂那么多那些东西干嘛？今天要拍照吗？哎，你敷面膜了吗？哇，你这个地搞的啥玩意儿？啥呀？拿个纸巾下来。就是水嘛，是油啊，好不好？我没擦油啊，擦油怎么？没有擦油，我都没护肤。嗯，就是粘的。那就是你搞的。我今天还没有进到里面去，好不好？嗯，现在有没有好一点？光线调一下。对，今天用的口红是 Mona 的薄涂，一直都是 Mona 啊。今天的眼头好像不小心涂多了，刚刚那个光太暗了，我有点看不清楚自己。这就是我刚刚画的那个妆。我自己还蛮喜欢的，戴了个墨镜，外面有点晒。对，好啦，我要出门啦，一会儿跟大家见，拜拜。在路边停一下，因为我要导航去哪里来着？万象新天地。今天不去海南，今天找了很久的车位，我们现在，我也不知道我们在往哪个方向走，我们打算去一个网红拍照的地方 ，Labs 叫 Labs， 好像就是很粉红色，很就是很多我喜欢的颜色，想说去拍拍照这样子，对，很热很热，超热，今天只有30。是真的觉得有一点难以呼吸那种，很闷很闷的热，然后去每个地方找车位都找了很久很久很久，超级累的。好，我们先找一下路。咦？看到没有？从一开始就很远。啊！你看，这简直跟旁边的建筑一点都不搭，好吗？那上面是有个粉红的车。那有人在那边。他就是这样一路走上去吧。这有个车停在这儿，好多边停车。我们两个刚从那个店出来，就都觉得我们已经年纪大了，不太适合，就真的不太适合那种那么粉、那么腾腾的，就感觉自己好像拍的都没有旁边人。会拍，旁边的人真的很青春的感觉，穿的也很彩色。对，反正我觉得我们今天都穿错衣服了。哎，是几楼啊？那个一就上去一楼就好。一楼吗？嗯。下次再有缘再看看有什么好的店吧。你吃吗？你有发到 B 站上吗？人吗？还是？
哦，他好出来哦。嗯，超可爱，好糯啊，真的。不要香菇。他的眼睛是蓝色的。哦，蓝猫。上面有点不明这边的。哦，哇，还有一只。哦，那个也反转。哎，哦，宝宝，看看我。嗯。你怎么把它逗过来的？这一只都睡着了。嗯。这个睡着了。嗯。我现在只擦了个素颜霜，素颜霜是我爸在韩国机场买给我的，我觉得还可以。嗯，现在已经下午4点多了，我妈有事回老家了，所以我现在要带两个小孩出去玩。我们打算去看个电影，看《超人总动员》，然后晚上我就带他们在外面吃。对，今天是带娃日。10点了，不确定今天是第几天的 vlog， 但是就是感觉好像还挺长了，我可能会在今天结束，不过还是得看。对，我今天我也不知道在说什么，我就是很紧张，因为我今天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去做，我今天要去拔牙，去拔我人生中第一颗跟第二颗智齿，不确定今天可不可以顺利的把两颗都拔掉，但是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他今天可以帮我两颗都拔掉。嗯，可能是这边的两颗上下，也可能是这边的上下两颗，不过也得看医生怎么说吧。嗯，我好害怕，我是从小到大是最害怕牙医的那种人，我只要一走到牙科门口我就会发抖，我闻到，主要是闻到那个味道我就很害怕吧。嗯，上个学期不是开始录视频了吗，然后有粉丝在下面说我的下排牙齿很歪，应该去整一下，然后我就越看它越歪，越看它越歪，我就去医院去拍了个片子，然后就发现我所有平躺着的智齿全部变直了，然后可以看到那个片子，我所有下面的牙因为下面里，我所有下面的牙因为里面的智齿而挤，就是挤歪了，就全部都，嗯，我就不给大家看太恶心，就是全部都挤歪了，但其实我的牙齿应该本来都是直的，就是被智齿给挤歪的。我想说那好吧，就把它拔掉吧。嗯，我之前有个朋友来美国玩，他拔了个智齿拔了几千刀，我就想说我就要是回国的话我就赶紧把这件事情给解决了。嗯，好害怕。好，那先这样，又废话了好多。我现在打算出门去找我爸，然后我爸送我去拔牙。嗯，那等一下拔牙的地方再跟大家说了，拜拜。我今天又不能去拔牙了，刚刚打电话给医生，医生说他们那边最好的拔牙的医生是明天才有空。对，今天没有空，那我就改到了明天。我今天带他去拿被子，等电梯。今天的 outfit，
哎，妈妈听了是多爱吗？不一样。这个裙子是我高一的时候在 Forever 21买的，然后前两天在丢就是太久的衣服，找到这条裙子，今年好像又开始流行了，我就把它留了起来。好像从来没穿过，买了之后我觉得还蛮好看的。把它今天只是去一下学校而已，我觉得还蛮可爱的。我们要去前方红绿灯路口，请直行，拔牙了，走最右侧车道。妈妈，今天是海绵宝宝的一天，我好害怕。前方红绿灯路口左转，进入。